有风剧场。这个男人的身材真好。你是谁？嘘，别问，忘了。我就是你老婆。宋秘书，副总，酒店已经全面封锁，昨晚那个女人已经在通缉。这些年想接近我的女人数不胜数，但敢这样硬来，还真是头一次见。别让我抓住她，否则我让她碎尸万段。查到那个女人谁了？谁？查到那个女人谁了？谁？是少奶奶。少奶，是我母亲逼着我娶的苏家二小姐，苏雪。昨晚我都躲到酒店了，她还来扒我。回御园。是。昨晚我已经帮了，放了我奶奶。昨晚我喝多了，酒精中毒进了 ICU， 和傅南辰的新婚之夜，只能便宜你这个丑八怪。医生说我的脸是照着帝都一个绝色美人整的。谁知苏慈从乡下被接回来时，挡住脸上的伤疤竟然跟我一模一样。难道那个绝色少女就是苏慈？不可能，一个乡下来的小丑女怎么可能去过帝都？傅家是叶城顶级豪门，傅南辰是豪门继承人，手段狠烈。昨晚替身的事儿，你最好一辈子都烂在肚子里，否则你就别想再见到你奶奶。我对做富太太没兴趣，我只要我奶奶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很快我就能让你见到你奶奶。现在你滚了。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还弄着干什么？赶紧藏起来！老公，昨晚弄得人家好疼呀！你昨晚竟敢将主意打到我的身上，不想活了？昨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是婆婆逼着我们生孩子，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。又是我吗？没有下次。慢住！
糟了。把头抬起来。你是谁？嘘，别问，问我就是你老婆。昨晚的女人是你？他认出来了。传闻这位富家掌权人不近女色，是从未被拿下的高岭之花。我不会是破了他的处吧？南城，你认错人了。这是我苏家带过来的小女佣，羡慕我长得好看，整容成了我的样子。不过她整容失败，脸上留下了一道疤。少爷，我是女佣苏慈。女佣？她的确不是昨晚那个女人。你刚才跑什么？我只是想去干活。下去吧。是，少爷。南城，苏慈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少在南城面前晃。只要你放了奶奶，我现在就可以离开玉园，绝不会在傅南城面前晃。不行。已经说了你是我的女佣，男生看到你会急，你必须留在这儿。睡不着，还是睡不着，睡眠服，这里可以吗，傅总？站长，副总，这里总可以吧？啊啊！副总，这里可以吧？啊！睡不着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副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尊敬你。滚！走。管家，哎，夫人，我的床上为什么会有女人的香味？是，苏慈，是少奶奶来过了。昨晚有那个女人的香气，我居然睡着了。昨天是你来我房间，你身上的香很好闻，我很喜欢。傅南城疯了，他为什么抱我？他认错了。苏雪，你身上怎么这么香？用的什么香水？幸好没有认出我。少爷，您认错人了。我是女佣苏慈。我怎么又认错人了？怎么是你？你身上怎么会有我床上的香味？你手怎么了？没
是谢谢少爷关心。孙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点干活！是。南城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被认出来。我只想救出奶奶，不想招惹傅南城这个活阎王。苏慈，还不快点把牛奶端上来。算了，还是赶紧伺候完他们，我还要去上课呢。小修女，你要回家呀？这也帮我打车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那谢谢了。这个活阎王怎么也在？要知道他在，打死也不会拉开车门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上来！啊！你是针扎屁股吗？啊！小叔，这是我同学苏慈。苏慈呢，一直喜欢我，还给我写了封情书。我什么时候给你写情书了？亲爱的傅少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呀！虽然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，请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。落款苏慈。哎呀，这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，这不是我写的。小丑女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，那我就让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小丑女还挺会勾人的。我不是你女朋友，这里离家不远，我下车自己走回去。你是我家女佣，顺路就带你回去了。夫君，你下车。啊？小叔，我还没有到家呢。别问了，自己跑两步。啊，小丑女，明天我带你去约会啊！哎哎，小叔再见。傅爵是傅家人，婚姻大事会有傅家做主，你最好别去招惹我小侄。你是觉得我丑，不配嫁给傅爵？是。周婶，把副总的床单收拾一下。是。香气怎么没了？管家，我在，副总。今晚让邵夫人过来陪我，她身上的香气很特别，能够治疗我的失眠症。素慈，今晚我就要和南辰同房了。哦，你羡慕吧？你只是个下贱的替身，而我才是正牌的富太太。南辰。南城，人家睡得好痛呀。你身上为什么没有昨天枕头上那个香气了？什么枕头？昨天不是你进入我房间留下了香气吗？那香气一定是素慈留下的，傅南城要他身上的香气。是我。我刚刚去泡了花瓣澡，掩盖了原本的体香。
去洗掉我要昨晚那个香气，不然你这个富太太别打。好，我这就去洗。骗，上来找到老婆了。继续撑。宋晨，今晚你去陪傅南辰睡，我不去。你敢不听我的话？苏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奶奶，你最好乖乖听我的话，不然我就让人拿了他的氧气罩。我只有奶奶这一个亲人，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经不起折腾。好，我去。但是你不能让他碰你，明早六点之前必须出来，不许多待一分钟。好。奶奶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傅南辰，我无意欺骗你，只是身不由己。离那么远干嘛？过来。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体香？我没有体香。你不是说这是你的体香吗？我说错了，我有体香。少爷。少爷。你怎么叫我少爷？只有女佣才会叫少爷。你不是苏雪。你不是苏雪。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，太紧张了。胆子怎么变这么小了？那晚你胆子不是很大吗？那是为夫人。那你应该叫我什么？公。啊！我小儿子来了，今天不方便。哎，真是不敬重，睡觉吧。我每天都起得很早，今天和傅南辰睡在一起，却破天荒的起晚了。再陪我睡一会儿，你也没有睡着。我要去干活了。是家里女佣不够用吗？还要你这个少奶奶亲自动手？我真的要起来了。有意思，别的女人都是抢着往身上扑，她却片刻都不肯被我丢失。宋秘书，把地级之心拍下来送给太太。
就此。今天多待了五分钟，是不是南辰的怀抱太温暖，让你恋恋不舍了？既然你这么不放心，那你就别让我替你去陪傅南辰。素慈，最好别背着我勾引南城。我没有。哼，最好没有，否则小心你奶奶。你用的是什么香水？赶紧交出来。竟然是重金难求的 CC 香水。空的 ！CC 香水很难买，我和妈搞了很久都没搞到，你是怎么搞到的？还我送的。CC 香水可是天才调香师 King 设计的，他设计的香水就你们这种丑八怪用。啊、CC 香水给你用就配了，别因为买不到见别人用，你就眼红。你，苏慈。我看你就是想勾引南辰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推我？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动手？道歉。道歉。我没有推他。他装的，我不会道歉。南辰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又用力一推。趁我现在还愿意给你机会，立刻道歉。傅南辰居然相信苏雪的话。好，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少奶奶，这一次是我推了。少爷，我已经道歉了，我去干活了。你，苏子，你一个小女佣竟然这样对我！南城，他推我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晚上的苏雪让人心动，白天的苏雪让人讨厌。为什么同一个人晚上和白天差别这么大？苏雪，昨天晚上和我在一起的人真的是你。苏雪，昨晚晚上陪我的人真的是你。当然是我呀。你看我这张完美的脸，是我多心了。刚才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，以后这样拙劣的把戏，别拿到我面前来演，我护着你。是因为昨晚你陪我睡，让我很满意。今晚继续到我房里来。原来他护着我，是苏子昨晚让他很满意。这个小贱人，才睡了两次，就要把傅南辰的心给抢走了。如果让他知道陪他的一直都是苏慈，我一定会被赶出傅家。爸，你赶紧帮我搞一瓶 CC 香水，苏慈勾引南辰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CC 香水不是问题，至于苏慈嘛，我和你爸准备把他嫁给孙胜。是那个。玩死两个老婆的孙浩，嗯，我们家想和 CC 合作，是人家孙少给我牵线搭桥。那就这样，苏慈再也不敢勾引南城。你给我抓紧点，赶紧怀上傅南城的孩子，让他早日公布你们已婚。傅南城仿佛长了天眼，只要苏慈不要我，都不让我碰他，我哪门子孩子？知道了，那苏慈。孙少的事儿，你放心，我来安排。这是妈让你下午去酒店见奶奶。酒店？
他们母女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副总，下午有两个会，王总您来了。苏慈，副总，那个男人叫孙浩，他有些特别的癖好，死了两个老婆，要不要救下苏慈？不用，他自己去的，没人逼他。奶奶，奶奶，女儿，原来这就是我亲妈约我来这里的真实目的。我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孙哥哥呀，你就是苏家给我送来的绝色新娘。既然如此，那咱就快入洞房吧。孙少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这个丑八怪是谁？好，你们苏家就配这样的货色给我？孙少，他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有一个妹妹叫苏雪，她是叶城第一大美人，我想她才是苏家送给你的新娘。那她人呢？我直接把她叫过来。苏雪，我房卡忘拿了，你能帮我拿过来吗？孙子，你个蠢货，连房卡都能忘。女儿，你算是来了。你个蠢货，什么苏慈苏慈的，我不在乎，我就你这样的美人当老婆。贱人还敢咬我，那个苏慈就是个丑八怪，你们苏家居然敢送个丑八怪给他，老子今天就睡了你。爵怎么会在这里？傅爵是傅家人，婚姻大事会有傅家做主，你最好别去招惹我小侄。哎，苏慈！哎，哎，大侄女，我看见你了，别走了。这不是小叔的房间吗？这不会是傅南城的房间吧？小叔，小叔你在吗？小叔，小叔你在吗？小叔，傅爵叫魂呢。小叔，我听我爸说你结婚了。我爸说你娶了苏家最漂亮的女儿，叶城第一大美女。这个小丑女胆大包天，竟敢偷进我的房间。这么大事你都不告诉我，改天带我去见见小婶婶呗。过两天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小叔，你看见苏慈了吗？我刚一看见她就不见了。她是想要勾引我吗？该死的，我的身体居然有反应。小叔，小叔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到底看见没有啊？我看见了。小叔，你说话呀，到底看见没有啊？我看见了。妈，我没看见，我要休息了，赶紧滚。哦，那我出去再找找啊。小叔再见。你给我出来。你往哪儿坐呢？
我没有唱完。你给我起来！是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，不是你让我离你小侄子远点，我是让你离我小侄子远点，可我没有让你来勾引我。我没有，没有。你用你这副无辜的样子，到底骗了多少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！我胡说，你刚才不去跟孙浩去开房的吗？你看到了，我那是一边吊着我小侄，一边要跟孙浩去开房，现在又来勾引我，你究竟知不知道什么叫无耻？原来他是这样看我的。我勾引你，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难道你被我勾引到了？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的样子就像是被我勾引到了，但是 Q 不甘心被我这样的女人勾引到，所以恼羞成怒了。我慢走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找到奶奶。该死，他的感觉跟那我的女儿好像，但他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是那我的女人？苏子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你但敢再勾引我，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还有，我对你这种小丑女毫无兴趣。你是谁？嘘，别问，忘了，我就是你老婆。傅南城，你讨厌我没关系，反正我和你的关系你这辈子也不会知道。等我救出奶奶，我就会消失在你面前。小主女，我刚才找你半天了。找什么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，本少带你去约会。走。那封情书真不是我写的，而且我不喜欢你。哎，你！我什么？你的伤疤。你的伤疤是假的。哇，小丑女，原来你这么漂亮。小叔，快来看苏慈的脸。她夫君，夫君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完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小叔。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做我女朋友。不行。小叔，快来。小叔，小叔。哎，小叔，小叔，快来，快来看苏慈的脸。小叔，快！我答应你。行了吧，我先去收拾一下。啊。不觉得，哎，你让什么呢？啊，就那个，我想让你过来看看那个苏慈，她今天有多丑，她比昨天又丑了一点。小叔，苏慈已经答应和我交往了，现在她是我女朋友了。你到底是有多不要脸？刚才还在勾引我，没成功就去勾引我侄子。傅爵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他那种人不配嫁进傅家。傅南城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？
苏慈，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女儿啊？你将人家孙少的头给砸了，现在他要断了我们和深深香水的合作呀，怎么办？你整死你个！哎，对不起，你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苏慈，这个丑八怪，要是他乖乖嫁给孙少，不就好了？你这个逆女，让孙少和深深香水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说多重要吗？重要到你们卖自己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既然是苏家的人，就应该为苏家出份力。我是苏家人，苏雪、苏千柔，他们不也是苏家人？你怎么不让他们出力？小雪是傅家的上男，身份尊贵；千柔是调香界的翘楚，在法国深造。他们都是我们苏家的希望，你呢？你也不看看你这张脸，你凭什么跟他们？对呀、啊，我只是一个从乡下认回来的小虫。人家孙少看不上你，帮不了你。这逆女，给我滚！我不稀罕待在苏家，但你们必须放了我奶奶。哼，你奶奶是我妈妈，你不听话，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她。奶奶我自己会找，但你们必须把我的玉佩还给我。什么玉佩？你惹了事，还想从苏家拿东西走？你要再不走，我就叫人了！师兄，把 CC 和苏家合作招标书退回去。行，谁让你是屁呢？周总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周总，周总，周总。完了，苏家完了 ，CC 把我们的招标书退回来了。啊！都怪你们两个蠢货，得罪了孙少。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，都是苏慈那个臭丫头干的好事。不要再提那个逆女。雪雪，傅南城什么时候公布你是傅太太的身份？我跟南城还没有同房。你。小雪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拿这么多钱给你整容有什么用？啊！新婚也把自己何去抢救？要不是我们逼苏慈替你，哎呀，你给他点时间。我告诉你啊，无论如何，你必须尽快给我拿下傅南城。要知道，你这个婚姻本来就不属于你的，是老子偷来给你的。老爷夫人，傅家送来一份礼物。天哪，这是地级之心吗？是地级之心，地级之心竟然是千万，你是南城送给我的。没想到傅南城对你这么好，过两天我生日，你一定要将他请过来，我要他巩固你们的关系。这下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首富的老丈人。还是女儿有用啊！看来傅南辰真的很满意苏慈那个小贱人，居然送了地级之心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傅南辰给带过来的。好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搞了些香水呀？快了快了，再等两天啊。苏慈。今晚继续替我去陪傅南城，还要我替你去？我不去。要不是我还没有拿到 CC 香水，轮得着你吗？苏慈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奶奶还在我手里。我奶奶被你藏到哪儿去了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那你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你居然敢威胁我！慢慢撕，我这里还有很多。苏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我奶奶到底在哪？
不然你就把这些照片发给傅南辰，到时候你就会被赶出傅家，苏家也会跟着倒霉。终身疗养院。提示游戏结束了，傅家我再也不会来了。啊，苏慈，我还没有那么些鲜香水，要是不回来，那今晚谁去陪傅南城？奶奶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好想你。慈慈，奶奶也很想你啊。慈慈，你的日本语呢？被丢了。不是，慈慈，日本千万不能丢，你要把它找回来，找回来。奶奶，奶奶预备什么？难道这个玉佩还有什么秘密？奶奶，您放心，等我找到玉佩，一定带你离开邺城。保护好我奶奶。是。少爷，您的咖啡。苏慈呢？他不干活是干嘛呀？回少爷，他辞职了。辞职？也好，免得看见他心烦。可为什么我脑海里总想起他？傅爵呢？傅少跟苏慈去酒吧了。我三番四次警告苏慈不要勾引我小侄，看来他胆子还真是够大的。来，小少女，喝酒。你以前来过酒吧啊？看到那个坐着戴眼镜的女人了吗？胳膊这样。苏慈，你得算计，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小丑女，你说你这么漂亮，为什么还要扮丑啊？你这个包是为了遮什么？傅少，刚刚谢谢你帮我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小事儿，没事。没事，你在这等我吧，我去厕所弄一下啊。小叔，你怎么在这呢？苏慈呢？在那儿啊。哎，他刚才还在呢。苏慈，苏慈。副总，苏慈让带走，在隔壁的包厢。有人让我和你好好玩玩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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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带出去，废了。你们是谁？你喝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清醒了吧？刚看你就是你开枪，现在知道怕了。伤疤是假的。Thank you.
苏慈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犯我的事，我一直要抓的人是你。别走，别走！苏慈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别试图勾引我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傅南城，干什么？傅南城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给你当解药，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恩人？嗯？你不是看不上我这个小冲女，为什么还要他？要不是看你跟苏雪有几分相像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我不想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我傅太太苏雪，明白吗？记得去哦。果然。与其苏雪，我在傅南辰心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玩意儿。苏慈，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傅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苏慈一直在乡下养大，因为相貌丑陋，所以苏家一直不想让外界知道有这个女儿。新婚夜，苏雪贪玩喝酒，喝到医院抢救。苏家不想他失去嫁给你的机会，所以让苏慈替身和你。还有事儿吗？我是想提醒你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寄生女兵，别以为谁都想跟你有关系怀上你的孩子。继续。苏雪沈国荣，至于苏慈，他的资料似乎不想让别人知道，除了他小时候流到的乡下，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了。这个游戏越来越有意思。有了这个香气，南城就再也不会把我赶出房了。南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南城，你不是喜欢我的香气，怎么还推开我？你回去睡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南城，明天是我爸的生日，你能过来参加，同时公开我们俩的关系。可以，到时候我会送一份大礼。苏总，你女儿真有出息啊！她脖子上戴的就是地基之星吧？听说他还交往了一位神秘富豪，真让我们羡慕啊！这腾云快去，什么时候到我们都等不及了，一会儿就来。等你们知道傅南城就是我的女婿，吓死你们！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未婚夫送给我的。苏慈，你跑这来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妈，是我让他来的。苏慈，今天我让你来呢，就是让你好好看看。南辰说今天他会送一份大礼，他说我才是他信笺上的人。哦，雪雪，夜会开始这么久了，南辰怎么还没来？好，我问他。来了来了，水水，你的富豪男友来了。
雪雪，你的富豪男友就是一个老头子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会走，不过我要取走你脖子上的地级之心，他不属于。我看你们谁敢！我要你们好看！去走！哎，干什么？你一个被老头玩的人，神气什么呀？胡说，我没有。走。苏长荣，原来你们家靠卖女儿啊？你女儿找个男朋友岁数那么大，该是你叫他爸呀，还是他叫你爸呀？你这样的人不配跟我们来吗？走吧。哎呀，长荣，你怎么那么怕那个老头子？他谁呀？啊！楚家的管家，这一定是傅南城的意思。啊、什么？不可能！他昨天对我好好的，他说了他要来我们的生日宴，攻破我们的关系、啊。你那没用的东西、啊！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傅南城动怒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挽回这层关系。啊！爸！哎呀，楚荣！啊！苏子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？知道你还这么说。傅南城为什么整这一出？他不是喜欢苏雪吗？怎么回事？原来肚子不舒服。小淑女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们去约会呗。我已经说了我不喜欢了。小淑女，你怎么了？傅总，离婚证已经办好了，从现在起你跟苏雪没有任何关系。您吩咐我取的地级之星已经取回来了，请您过目。苏慈呢？去哪里了？苏慈小姐跟傅少在一起。昨晚还跟我纠缠不清，今天就跟苏雪约会，他还真行。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慢点啊，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傅南城，他怎么在这？你呀、啊，以后就别吃那个。今天谢谢你，您快走吧。医生说你对那个药物过敏，你以后啊别吃那。今天谢谢你，您快走吧。你呀、啊，已经是我女朋友了。照顾女朋友是我应该做的吗？你快走吧，快走快走快走。那我走了啊。快走。啊哈，拜拜啊。跟傅杰去哪里玩？这么我问在乎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没必要跟傅总汇报吧？你也不是刚上过床，更不是傅总，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我和傅杰去哪，你管不着。傅杰亲你的时候，张了该嘴。张嘴？是这样吗？那作为小叔，是不是该替你们善后提心理吃药？否则，有了孩子都不知道是小侄的，还是小叔的。
打了又如何？你要打过来吗，副总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没有资格羞辱我。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随便发句话，都能让我从叶辰消失。想怎么折磨我，随便。李医生负担成没有？自从上次的食人宴会之后，他就把我拉黑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我，你给我跪好！今晚回御园陪我。臭八怪，看，南辰让我回御园陪他。等我拿下南城，再来收拾。今晚我想好好看看你身上的三瓣桃花胎记。胎记？没有这个胎记啊，是苏慈的。苏慈，游戏已经开始，你既然招惹我，那就只有我有资格说几句。苏慈，今晚你去陪傅南城。我之所以还替你呼来喝去，是因为你说你要告诉我玉佩的下落，我不会再当你的替身。你不是想要玉佩吗？等我手术回来，就告诉你玉佩的下落。但是你今天必须替我去陪傅南城，替我好好挽回他的心，否则我就去告诉傅南城。替身的事情，大家一起死。看来我非去不可了。我一定要找到玉佩，而且如果真让傅南辰知道替身的事儿，那我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傅南辰，傅南辰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傅南辰，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你可是苏雪，是我的傅太太。你可是苏雪，是我的傅太太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可是傅太太，夫妻亲热很正常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也是得有，明白吧？药香啊，苏雪，我不是苏雪，算了，他也不知道。等我找到玉佩，这一切就结束了。这就难受了，哼，欺骗我总要付出代价。傅南辰，我不想吃药，也不想回来。不要叫我傅南辰，叫声老公来听听。老，老公。下午带你出去玩。什么？带你去约会。他想约的是苏雪吧？我只是个替身。你要带我去哪里约会？暂时先保密，下午我来接你。好。子离，你哪里适合约会啊？
顾总，我已经查到了苏雪小姐行踪，她连夜做好了手术，并且纹了跟苏慈小姐一模一样的三瓣桃花胎记，今晚就会回来。你说苏慈今晚还会苏雪将身份换回来，她将换成苏雪和我去约会吗？这苏慈，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了。这些东西以后就都是你的了。他对苏雪真好。今天这个事情办得不错，可以。傅南城，我想喝一杯奶茶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杯？这附近也没什么奶茶店，要不我们开车去买？不要，我不想走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杯？我在这里等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约会，是我和你，是我和眼前的这个你，明白吗？傅南城想说什么？他不是要跟苏雪约会，而是要跟我约会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刚刚看你心不在焉的，以为你不想和我约会，所以我猜的。怎么会？我就是想喝一杯奶茶。好，我去给你买。怎么办？我心里怎么会这么难过？傅南城，怎么，苏慈，跟我坦白？我其实就是……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开车小心点。南城，再见。苏子，你为什么又这么迟接我电话？你不会喜欢上南城了吧？少废话，苏雪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哇！哎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小婶婶，你没事吧？要我来帮你吗？哇，小叔，你是给小婶婶买奶茶吗？天哪，我小叔还会给女生买奶茶呢。你怎么来了？小婶婶叫我来的，她说苏慈也在这儿。我没想到小婶婶和苏慈他们俩长得那么像。苏慈，我也去给你买奶茶啊。奶茶。奶茶再不喝就凉了。有什么好喝的呀？还没和傅姐分手啊。南城，
人家苏慈和傅爵还在热恋期，看起来这么配，怎么可能分手？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南城，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？一起去。公司有事儿，先走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苏慈，等会你让傅爵送你。急什么？今天先不回原了，就住在这。我看你们这出替身戏码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傅南城，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拿下。傅总，这是你要的几间房？我和傅总一间房。谢谢啊。小春妮，今晚你的房间就在我们房间隔壁，要是我和南城晚上动静太大，你可不要介意哟、哦。南城，我们一起睡觉吧。你今晚给我准备的惊喜呢？惊喜？你不是说今晚给我准备了惊喜吗？啊。傅南城和苏雪现在是在干什么？他们会不会……苏慈，你给南城准备什么惊喜了？这么重要的信息你都不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想穿帮？什么惊喜？闭嘴！你就是想让傅南城知道你一直在顶替我的位置，想霸占他，想从我手里抢走傅太太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够了！我说了我没有。好精彩的一出大戏啊！好精彩的一出大戏啊！南城，南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故事呢？玩替身？事情不是想的那样。别用你那恶心的嘴脸叫我。嘿，我会让你知道欺骗我傅南城的代价。我应该叫你苏慈还是苏雪？你早就知道。对，在你酒吧被下药的时候我就知道。你都知道了还跟我？跟你什么？冷眼旁观看你们俩玩替身游戏，然后故意支开苏雪，让苏雪把你叫上不出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不会以为我傅南城的床你想爬就爬，想走就走吧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是你自己要玩替身游戏的，怎么玩不起了？玩不起还出来玩？走开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讨厌我不让我碰，那你想让谁碰？傅爵。你还委屈上我？新婚当晚，不是你主动把我给睡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你冒充傅太太，而替身，游走于我们叔侄俩之间，让你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当替身是我的不对。但你也玩过我，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。互不打扰是我们最好的习惯，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温暖，从此平淡注视无关。
就算幸福没了答案。二哥，你这次会怎么样啊？是我们最后的心酸，你走后的心酸。他把我给甩了。苏慈，我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你的。傅总，已经联系过您弟弟的母亲了。夫人说，你迎娶苏雪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门玉佩。这不是 CC 那位顶级调香师 King 随身携带的玉佩吗？是，这就是 King 的玉佩。但是苏雪并不会调香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傅太太其实是那位神秘的 King。母亲为何如此看重这枚玉佩的主人？听说是 King 救过夫人的命，当时夫人好像神志不清，只记得这枚玉佩，所以一直强调这枚玉佩的真正主人就是您该娶的那位。错取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母亲。苏雪呢？苏雪还在地下室，她一口强调这枚玉佩就是她的，她也不认识 King， 还想见你。不见，让任陪苏雪好好玩着，她嘴里肯定还有话没有吐出来。二哥，你昨天跟苏雪究竟怎么了？不要在我面前提他了，我现在要找到人是 King。 King？ 宋少， King 才是总裁真正该娶的人，只不过 King 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我们也不知道 King 是谁。你们说 King 啊？巧了，我妈就约了 King， 今天他们就要见面。King， 经过调查，傅南城和苏家的婚事是因为傅夫人收了苏家一块玉佩，之后就迅速定下了两家的婚事。原来玉佩在傅……我花为了请他聘，可是花了大价钱，前前后后不知道请傅南城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确定聘在这里？确定，我马上。到了，就是包房。苏慈，难道这个小丑女和二哥有什么关系？我妈约了 King 呢？我在这里当服务员，这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来过，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。副总，麻烦让你猜。跟我那小侄子分手。跟我那小侄子分手了。分了。如果副总不放心的话，我还可以当着你的面再分一次。哇、哦。二哥，这小丑女还真拽。她拽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她不就是个小丑。你约会被甩的女孩不会就是她吧？副总。子凌。妈。你们怎么也在这里？我带副总过来认识一下 King。 叶城的贵妇名媛们都是 King 的脑残粉，没想到副总也粉 King。 宋夫人，有人托我将这瓶膏药送给你。啊？是 King。 King 人呢？他在哪里？那个人是在门口将膏药递给我的。苏青荣回来了。苏青荣一直是叶城的天才调香师，难道苏小姐，你就是传说中的 K？ 你就是传说中的 K？ K？ 宋夫人，你他是傅家继承人傅南城。他也喜欢 King， 要是我顶替了 King 的身份在这些豪门眼里，岂不是更有分量？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。对对对，不只是 King。 哦不，苏小姐，
这瓶药膏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二哥，苏千柔一直被誉为是天才调香师，而且她还是苏雪的姐姐。哦，估计是苏雪偷了她姐姐苏千柔的玉佩。二哥，所以你真正要娶的人是苏千柔。苏千柔和素夫人认识。哎呀，千柔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小雪不见了，我们联系不上了。这个死丫头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她要再拿不下富兰城，我有她好看。哎呀，你还不赶紧托人找关系打电话呀。哎呀，我来。苏雪哪里配得上傅南城这么好的姻缘？这件事情不对劲，傅总在哪？我陪你们去找他吧。傅总，冒昧打扰，是因为我们实在联系不上雪雪。你们去母亲安排给我结婚那块玉佩，到底是谁的？难道傅南城知道玉佩是苏慈的了？其实那块玉佩是我的，是我妹妹不懂事，偷偷拿了我的玉佩。今天我就是专程过来替我妹妹请罪。两年前应该嫁给你的人是我。对对对，那块玉佩的确不是雪雪的，是千柔的。对，是我们没有叫好雪雪，她偷了千柔的玉佩，一心想嫁进傅家，她还以死相逼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那块玉佩真的是你的？你是 King？ 这是我的私事。看在 King 的份上，你们把苏雪先带回去吧。谢谢副总。副总，那千柔和您有婚约，您看是？宋秘书，宋科，请。爸，把他送去国外吧。好，这个副总的手段果然名不虚传，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千柔，你一定要拿下副总。知道了，刚才副总没有说娶我，但也没有说不娶我，不是吗？没有苏慈的香气，又要开始失恋了吗？宋秘书，苏慈呢？我方向去会所了。傅爵，一个月时间到了，假扮恋人的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等等，苏慈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再决定要不要和我在一起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有秘密要告诉你。苏雪不是我真正的小婶婶，她姐苏千柔才是。什么？说我小叔要娶苏千柔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跟我又没关系。哎，苏慈，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傅爵，我只是把你当朋友，我累了，先走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我要娶苏千柔，苏慈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能说啥？哦，他说祝你二婚快乐。以后别让我发现你和苏慈约会，不然我就把你送回帝都，让你爸我教你。
副总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继续留在傅家半年。你让我继续当你替身？我不要。你没资格拒绝。苏慈，是你自己要替身加进傅家的。我妈现在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，她现在要见你。我正愁怎么从傅家拿回玉佩，这次也许是个机会。一拿到玉佩我就离开。好，成交。你离婚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你妈？你算计我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那是因为苏雪。不管因为什么，事情因你而起，就得由你来解决。我妈精神不太好，一直催我结婚生孩子。在她面前我们要扮演恩爱夫妻。别露馅了。罗姐来了，儿子，来抢你妈，这是你儿媳妇苏慈。妈妈好，她不是叫苏雪吗？之前一直搞错，其实嫁给我的一直是苏慈。哦，其实啊，妈早就知道你的大名。我。就请让你大名，我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你踩了我儿子的才华大道啊！慈慈，我来独家采访一下，我儿子这朵高岭之花怎么样啊？那天晚上他可是一个纯情 boy。那晚我不记得了。妈决定今晚。就住御园了。什么？傅夫人要睡在这里？那为了继续骗她，我又得跟傅南辰睡一起了。我去睡沙发。你干嘛？好什么？又不是一起睡过。那两晚，你真的什么都记得了吗？不记得了，让我帮你好好回忆回忆。那晚，你爬上我的床，伸手脱掉我的衣服。哥，别说了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亲我手？这是夫妻义务，傅太太。妈就是想看看自己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继续啊。出去。啊。出去。好好好。思思，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？除了孩子和名分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对女人来说，名分和孩子很重要，你都给不了，那我算什么？南城，我现在怀疑，你其实就是想借着傅夫人的名义想要把我养我。那你给不给我养？思思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傅南城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妈，两年前我嫁进来的时候，身上带了一块玉佩，您知道那块玉佩放在哪了吗？南城没跟你说吗？那块玉佩他拿走了呀。玉佩居然在傅南城手里。King。苏千柔冒充你治好宋夫人，现在宋夫人去了苏家，说要感谢苏千柔。好，你去看看。妈，我要回趟娘家。千柔，多谢你了。上次你给我的膏药啊，实在是太神了，
我的脸全好了。宋夫人过誉了，能为宋夫人效劳是我的荣幸。我们家千柔啊，一向低调，治好了人从来都不告诉我们。宋夫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位是啊，她是我们远房亲戚的女儿，从小养在乡下，我们见她可怜，把她带回苏家来当女佣。听说苏倩柔治好了宋夫人的脸，那天我刚好在酒店，亲眼看到送药膏的人了。什么？苏子看到 King 了？难道比那天看见的不是千柔吗？这个嘛，苏千柔，你怎么出汗了？其实吧，我也没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。我先回房间拿东西，你们继续。那宋夫人，咱们下周再约。嗯，宋夫人慢走啊，可以，谢谢啊，再约啊。宋夫人慢走。嗯，宋夫人慢走啊。再见，千柔。你听到没？刚才宋夫人说了，傅南城的母亲要来邺城，只要你能搞定未来的婆婆，拿下傅南城，那就是十拿九稳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哎，姑娘，我问一下，苏慈是在这儿吗？苏慈。你这个老太婆找那个丑女干什么？你们闭嘴，不许你这么说我家侄子。您怎么来了？行，是不是我来接你回家呀。哟，慈慈，你这是在玩 cosplay 吗？是的，我在逗他们玩呢。你没慈慈长得好看，可我没有富贵相安的。哎，你这个老太婆，你敢说我们家千柔？我没有富贵相，我等你怀了南城孩子之后啊，妈天天来伺候你们。夫人，苏千柔小姐和苏夫人来了，说是来拜访夫人。哟，他们俩可真气派，这可是你未来婆婆，能不能拿下傅南城，这一步很关键。好好表现，你们先坐会儿，夫人小姐马上下来。夫人，这两位是苏夫人和苏千柔小姐。气死了，她竟然就是傅夫人。苏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是慈慈的家，她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个傅夫人，昨天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哎呀，我们家千柔啊，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傅夫人，这是我自己缝制的香囊，小小心意。先丑了，既然知道丑，拿出来干什么？我这里不欢迎任何人欺负我们慈慈宝妈。周婶，送客。两位，请吧。你认识苏慈那个臭丫头，在老太婆面前嚼了舌根。这老太婆这么喜欢苏慈，万一她被傅南城娶她怎么办？等我回头告诉你爸，让他好好收拾收拾她。苏慈，你当了一次替身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傅家少奶奶了？竟敢在傅太太面前嚼舌根！是苏千柔自己看不起人，得罪了傅夫人。苏慈，我知道这些年一直把你养在乡下，你记恨千柔，想方设法的想夺走千柔的一切。这样吧，
我和您爸给你相个亲，给你找户好人家，怎么样？这是我的事情，不用你们操心。而且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你男朋友谁啊？副总，哎呀，他果然和苏清柔在一起，我竟然还痴心妄想，傅南辰有一点喜欢我。哎呀，副总，你。苏慈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男朋友谁啊？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无关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请坐，不必了。哎，他怎么对你这么冷呢？都怪苏慈这个蠢贱。我的玉佩应该就在里面，我得想办法知道密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是郝总，你不要太着急，我一会儿过来签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来找你。找我？你和苏千柔怎么回事？你是用什么身份来过问这件事情？我没身份，不问就是。你说有男朋友是我吗？不是。那就好，反正我们只是情人关系。傅总，下次知你回国了，老夫让你回帝都。我知道。师妹，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大好，所以我带你来海城最有名的 SPA 放松放松。师妹，这就是你玩的男人。玩什么男人？周总，您怎么有空来邺城玩啊？我带我女朋友过来放松。思思，这就是你的男朋友啊？你不认识他？我怎么可能认识你男朋友？你不是 Kim 吗？连 CC 的总裁都不认识。我在国外的时间待的太长了，一时间没有认出来而已。你说你是 King， 他不是 King。完了，周姐一定知道真正的 King 是谁。King 每次见我的时候，都是戴着面纱。思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副总。副总，这是我女朋友苏慈。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那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？他说什么？就是什么吧。哎，南城，等等我。喂，我南城，我南城，我爱情的爸爸，放开我吧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南城，我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，我们只是把我当玩具，那我们立刻结束这种关系。我们才在一起多久？你就找到了下家，想要和我解释关系？你和苏清柔的关系，我没资格问。那我问你，那你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质问我？
傅南城，我今晚没空跟你玩情人游戏，恕我不奉陪。苏慈，你在外究竟守身如玉？你跟傅总吵架了？没有，心情不好，想跟你聊聊天。难道你不欢迎我？那我走。行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给你看看东西。这什么？傅南城的白月光，不要。你了解傅南城吗？你连他的过去都不知道，也敢用初恋跟他玩，这样很容易受伤的。长得像吗？照片就在这里，你可以自己看。我不想看。师妹，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傅南城了吧？我只是为了拿回玉佩，才跟他在一起。那就好。苏千柔冒充你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苏千柔一定是想利用 King 的身份达到什么目的，到时候我会亲自拆穿的。二哥，你和苏慈那个小丑女又玩脱了。傅南城，我们结束吧。他发来的。我们结束了。这才多久就结束了？你舍得？哎，就是玩玩而已，很没当真。你真不喜欢小丑女？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也会带带人家去约会？二哥，不好了！秋瑾刚刚宣布他的女友是小丑女，现在就要去见家长。苏慈，爸爸是真没想到呀，周总竟然是你的男朋友。周总是在。周总，这位也是我的女儿千柔。说来也巧哈，她就是 CC 的首席调香师 King， 过两天呢也要去分部任职，还望周总多照顾呀。堂堂 King 要在分部任职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是隐藏身份，想低调重新开始，突破以前的成就。真的？当然。你笑什么？其实能成为周总的女朋友，也是我们家能成为慈慈的男朋友。那是我的福气。他是假的。慈慈，你之前不是说你们已经断了吗？他怎么又来了？谁知道他又出什么错？副总，什么假的？周总不是慈慈的男朋友。傅总，你跟慈慈什么关系？别动，就是睡在一起的关系。傅南城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傅南城，你放开我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还有东西在傅家，我带你回去拿。那你让人帮我扔了吧。你今天必须走。傅总，你放开他，东西我会派人去拿。周总，不要对别人的女朋友动手动脚。傅南城，傅南城，傅南城，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。我不同意，半年时间还未到，你必须完成我们之前的交易。你，思思，
除了名分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不许和周青在一起。我果然又是谁的替身？小叔，你明知道我喜欢慈慈，你还夺我所爱，你根本就不尊重我。在你们谈恋爱之前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小叔，我真心喜欢慈慈，你能把她让给我吗？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苏慈不可以。小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小叔了，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她，是不会放弃的。苏慈，你不选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差？而小叔他又自带光环。在我心里，你小叔很优秀，你也很优秀。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。我明白了，但你和小叔最好还是早点分开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女人，叫陆瑶，是陆家的千金，也是他的前女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副总，那块玉佩是我的，我就是 King， 我希望你能娶我。宋柯，苏小姐，请。副总，那我等你的消息。傅南城竟然想娶 King。苏慈，你不过就是乡下来的一个小城，别妄想嫁进豪门。你这么着急娶人家，是因为苏倩蓉是 King？ 苏家拿了一块玉佩见了母亲，母亲便我娶了苏雪，但我真正应该娶的人是苏倩蓉。那块玉佩 King 一直带着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娶人家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可不是来催婚的。师兄，帮我查一下傅南辰白月光的生日。好。对了，苏千柔又以 King 的名义约了宋夫人他们。打假的时候到了。苏小姐，我们可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了。是呢是呢，冯夫人你过誉了。我们家千柔啊，不光是 CC 的首席调香师，还是副总的未婚妻。真的吗？大名鼎鼎的 King 和南城，那可是天作之合啊。我们 King 生于繁华，长于锦绣，冠盖满风华。请问这位苏千荣小姐，您是哪位啊？周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律师函，我们将以侵犯 King 的名誉罪起诉苏千荣，就凭你也配冒充 King？ 千荣，你不是说你就是 King 吗？原来你是个骗子，你根本就不是 King。 苏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苏千荣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来人呐，把他们一家人赶出去。哎呀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听我解释，放开我！别放开我！苏夫人，放开我！周主 ，King 到底是谁呀？赶紧给我滚！哎呀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跟我好无理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好，谁给你打电话？明天尊敬的 King 要降临邺城，他约我们见一面。King， 他是想跟我们苏家合作吗？那我们还不赶紧回家准备准备，快！爸，妈，我错了，都是苏四那个贱人，他见不得我好，彩玲和薇来欺负我的。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来栽培你，
你却让我们苏家蒙羞，成了苏家最大的污点。滚！明天我一定要见一见这个 King。副总，苏千柔是假的 King， 真正的 King 明天会降临夜城。下去吧。听说你又找错新娘了。怎么？笑话我呀？那你想不想知道你真正的新娘子是谁？我只关心她是男还是女。和你聊天真无趣，困了想睡觉。和我聊天无趣，那要不要做点有趣的事情？怎么了？肚子又不舒服了？你最近肚子怎么老爱不舒服？可能最近有些受凉了。我把你养在这里，可真是当小祖宗供着呢。副总，刚刚收到消息 ，King 今天要接见苏家人。昨天苏千柔刚被打架，今天 King 又要见苏家人。走。去看看。哎，青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见 King。哼，你刚得罪了 King， 你还敢来见他？苏家人，进来吧。请进。King， 你好，没想到我们这么荣幸能够跟您见上一面。这是我们的宝礼，请您笑纳。周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在这儿。因为我就是 King。 怎么可能？你不过就是乡下来的一个小丑女，在撒谎，你在冒充 King。 一直在扮丑。奶奶为了不让我在乡下受到欺负，只好让我扮丑。可你们居然一直因为这个嫌弃我。哎呀，子子，原来你就是 K 呀！哎呀，你也不是小丑女，和副总关系还这么好，那你就是副总的未婚妻呀！啊，子子啊，你真是给我们苏家争气了。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就是一个骗子，苏四怎么可能是顶级强杀手 King？ 放肆！你要是再敢对 King， 就休怪我们对你客气。苏四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不管你服不服，现在你已经众叛亲离，一无所有，你输了，把他给我赶出夜城，不想再看到他。那个。慈慈啊，我们都是被这个臭丫头给蒙蔽了，错怕云雾当珍珠。你们知道我是 King 后，又把我当成苏家女儿了。苏总，当初你们一直以为是孙少帮你们把投标书递到了 CC， 可他算什么东西？是我想给苏家一次合作的机会，可惜你们。慈慈啊，我的乖女儿。是爸错了啊！你也是苏家人，你是我们的女儿啊！他苏四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孩子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苏四，他就是奶奶抱回来的一个野种！你给我闭嘴！慈慈，他说的都是假的，你得相信爸爸。苏千柔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信啊！你可以去问
敢呀？我会调查清楚。我如果你们再不走，我会让人把苏家拉入香料界的黑名单，让苏家灰飞烟灭。思思，思思，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思思。师妹，傅南城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要见他吗？丁三 ，King 就在里面。喂，瑶瑶。南城，我回国了，你回帝都吧，我很想你。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走了？傅南城白月宫的生日是12月13号，竟然跟你是同一天。生日都一样，傅南城。你还真拿我当替身当上瘾了。你知道那天傅南城是接了谁的电话就匆匆离开了吗？是陆瑶，他是傅南城的白月光。是我是丽琪，好像很久没来了。我竟然怀孕了。傅南城的，你打算要这个孩子吧？傅南城，我怀孕了，但你也不喜欢我，也不会要我们的孩子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，你先说吧。我们结束吧。我和母亲要回帝都了，这栋别墅留给你。好。以后不用联系我母亲了。明白。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傅南城，我怀孕了，但你也不喜欢我，也不会要我们的孩子。没什么。苏翠，我走了。傅总。再见。宝宝，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不会让你也没有妈妈的。根据调查，苏老夫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帝都陆家做过女佣。至于这块玉佩，本来是第一调香师夏四留给自己孩子的信物。难道我是夏四的女儿？当初陆家生变，这块玉佩就跟季丽娘的女儿一块失踪了。季丽娘？对，她现在是陆家家主的夫人，也是陆瑶的后妈。她和夏四是一起怀孕生的孩子。那天季丽娘也住进了陆家，孩子阴差阳错的就给抱错了，这块玉佩跟孩子也一起失踪了，找了20年都没找到。所以我是季丽娘的孩子。时间太久了，苏奶奶也昏迷不醒，这件事情还不能太确定。无论如何，
我都要亲自去求证一番。没想到富氏集团总裁傅南城真的回来了，听说他今晚要带自己的准婚妻过来。那傅总的未婚妻是谁呀？还能是谁？替毒天之骄子陆瑶啊。You are my everything. 그대는내삶의모든것난청试完订婚的高跟鞋了吗？高跟鞋上的钻石还不够炫彩，那就让他们改到你喜欢为止。我约了 CC 旗下的小佛爷给我量身定做婚纱，可是居然被他拒绝了。南城，你今天在忙什么呀？自从我回国以后，你就一直很容易走神。没什么。南城，吻我。傅少，有话好好说。傅南城，真的要跟陆瑶这个女人结婚吗？是。哎。你知道他在邺城时有过女人吗？我知道啊，那又如何？我拥有的是他的现在和将来。你们俩真是般配啊！一个不介意自己的女人曾经嫌弃自己是私生子，跟别的男人跑了；一个呢，不介意自己的男人有过其他女人。我都要为你们这烂俗的深情鼓掌了，傅君。走吧。南城，我去找一条毛巾给你敷一下。苏次怎么在帝都啊？还跟你小侄在一起？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南城呢？陆小姐，二哥有事儿。先走了。宋子林，以前你都是叫我二嫂的，怎么现在出去一趟？我们好像变生疏了。陆小姐，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以前我把你当二嫂，但是后来呢？你丢下二哥转身就走。虽然我转身走了，但是现在我回来了。傅南城说过，只要我回来，随时都可以。傅太太的位置。只能是我来做。你笑什么？陆瑶，你对二哥在邺城那个女人真的一点不好奇？我从未将她放在眼里。傅南城是个正常男人，在外面演个女人再正常不过了。他就是我的替代品，他一定长得很像我吧。宋子林，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叫回我二嫂的。这个女人真是被二哥宠坏了，以为转身走了回头就行。夫君，刚刚谢谢你，不过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。陆瑶会是你的亲婶婶，祝你们家庭和睦。我连傅南城这个小叔都敢打，还在乎陆瑶？哦，对了，你怎么来帝都了？我是来寻我的亲生母亲。你怎么在帝都？个人私事，与你无关。这个世界这么大，非要来这里，你也应该知道我就在帝都吧。还有，知道陆瑶是我什么？知道，那是你的未婚妻。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你想要车子、房子、珠宝首饰，你可以给我提，但是不能给我耍心机。那他就是这样看我的。你误会，我来帝都跟你无关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我的关系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未婚妻。真心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不是，你可以开张点。凭什么？是不会的。傅南城，傅南城，
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啊，我肚子都疼了。肚子怎么还疼？去医院看了没有？肚子怎么还疼？去医院看了没有？我和孩子都不要你管。立刻离开帝都，不要逼我动手。你有一个周期就能护得住。你看到我身边的人是谁？想怎样？我想，我会告诉你未婚妻傅南辰的第一次是我的，还会给他看我们的亲密照。你想看吗？别过去，我的规矩你不懂。我懂不懂规矩，在你一念之间。要么我们和平相处，要么你欲死。他最近怎么老爱吃酸的东西？没想到你这个未婚夫还会偷腥啊！但是他眼光还算不错，这小子看着就带劲。闭嘴！还不去查一下那个女人是谁？那个女人叫苏慈，就是在邺城跟过傅南城一段时间的女人。后来跟着周瑾来到帝都，刚入职 CC。不过就是个乡巴佬，也敢纠缠我们呢。南城，我们订婚的黄道吉日就在后天，你正式公开婚讯吧，我们的订婚请帖也应该发出去了。好。嗯。师妹，陆瑶和傅南城后天就要订婚了，这是陆瑶送过来的请柬。这么快，傅南城就要跟他订婚了。我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建议你别去。陆瑶的生母夏四是调香界的传奇人，你若得罪了陆瑶，以后很难在调香界立足。看来陆瑶已经调查过我了，知道我和傅南辰以前的关系。明天我会去。为什么？陆瑶订婚，陆夫人也会去。我想见一下我的亲生母亲。行，我陪你去。谢谢啊。对，玩开心啊。瑶瑶，师妹，那就是陆夫人。妈咪，你来了。我的宝贝女儿订婚，妈妈不能得早点来了。师妹，你确定要和陆夫人相认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没有相认。我就觉得自己很多余。陆夫人是很宠陆瑶的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我知道你，你是苏慈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来。我知道你，你是苏慈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来。瑶瑶，这位是谁呀？妈咪，这位就是苏慈。原来你就是苏慈啊！听说你是叶城苏家的养女，你的亲生父母呢？哇，亲生父母都不管你，难怪教养差了些。我理解，现在小门小户出来的人啊，都想出风头，但到底是上不得什么台面。可比不上我们家瑶瑶，那可是金枝玉叶。陆夫人，您这话说的。没见到您时我还觉得很憧憬，现在见到也就那样。南城，你来了。南城啊，从今天起我可把瑶瑶交到你的手里了，这以后你可要好好的疼瑶瑶，爱瑶瑶啊。如果你有一丁点儿辜负瑶瑶的话，那瑶瑶的亲生妈咪可是不会安息的。妈咪你放心，南城一定会好好对我的。傅总，今天你订婚，我祝你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这次我们走。傅总，祝你订婚快乐。南城，陆瑶，
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南城想说什么？难道他对苏慈还念念不忘？我不想听。南城，我想起来有东西忘拿了，我上去一趟。哎哎，瑶瑶，刚才南城看苏慈的眼神很不一样，他肯定是想坏了他订婚，绝对不允许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是对苏慈有意思吗？现在订婚宴上人多眼杂，正是你下手的最佳时机。师妹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先去开车。季丽娘大概将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陆瑶，我就是多余的。灵儿，今晚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你什么人？放开孩子！开车，开车！给我站住！给我放开孩子！站住！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啊？看你心不在焉的。哎，今天可是你跟瑶瑶订婚的日子。你最多一晚上给女孩子打过多少电话？我试过，200多。你疯了？好像觉得我疯，被苏慈给逼的，我放不下的。南城，瑶瑶，我想娶她。副总，副总，不好了，慈慈被人抓走了。你要去哪？放开。傅南城，我们订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难道你要为了苏慈丢下我？苏慈现在有危险。她有危险，你可以让别人去救啊，为什么你要亲自去？傅南城，傅南城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亲生妈咪什么？你可是在她坟前发过誓，你会一辈子守护我。南城，瑶瑶，你等一会儿吧，南城他会回来跟你订婚的。待会儿等南城回来，我要让他跪着跟我求婚。要不然我是不会答应跟他订婚的。我叫季云帆，你做了我的女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看你是找死！我父子亲们，你敢吗？我看你是找死！特总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跟我表妹订婚吗？我叫你动他！副总，我真的没碰他，我一点都没碰他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我不想在帝都看到他。副总，你别碰我！我可是姓李啊！我背后是刘家。思思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之前是季少绑架了你，是副总救了你。他不是和陆瑶在订婚啊？你们先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先说吧。时间不早了，副总。你该去订婚了。我为你受伤。我看看。不劳你操心了，我都会回去会我处理的。好。也是。那你还在这干什么？苏慈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谢谢副总今天救了我，耽误你订婚的宝贵时间。那你应该怎么修？我刚刚不是已经谢过了？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口头感谢就行了吧？要想后花心界限，就必须把我好好给谢了。
那我该怎么谢？怎么谢你不懂？女人谢男人的方式，也要我来教你。你的未婚妻还在等你。苏慈，你开口留我一句这么难吗？我人都在你这里了，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：我这个人，你到底要还是不要？傅南城明明就要和陆瑶订婚了，却还来找我，他还把我当什么？不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副总怎么走了？他和陆瑶订婚去了。陆瑶的生母本来就对副总有爱，像他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，背弃自己的诺言已经是很艰难的决定了。你看不出他的喜欢吗？就这样让他走了。师兄，你别说，你根本就不懂我和他之间的事。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订婚仪式怎么还不开始？听说副总跑了，他不会不娶陆大小姐了吧？瑶瑶，怎么回事？南辰怎么丢下你跑了？还不是那个该死的苏慈。哎，副总回来了。傅南城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去找你那个苏慈啊！瑶瑶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今天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！南城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赶紧开始订婚吧。大家可都等急了，我可不会轻饶你，我要你下跪求婚，赶紧跪下！我可不会轻饶你，我要你下跪求婚，赶紧跪下！陆瑶，我们取消婚约吧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取消婚约？对不起，瑶瑶。不能娶你，你要悔婚，傅南城，你忘了你在我妈咪墓前许下的诺言了吗？你说过会一辈子做我最忠诚的骑士，可是你现在居然为了苏慈要跟我悔婚。傅南城，今天谁不知道我们两家联姻？你这个时候要退婚，你让我们家瑶瑶以后怎么抬头做人？我以为我完全可以抽身而出，毫不留恋，可是我陷进去了，我喜欢的人只有苏慈。陆瑶，我已经宣布取消婚约了。南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不是说过会一辈子守护我的吗？陆瑶，你是岂有此理！这个苏慈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要让他消失。夫人，这是我捡到的一块玉佩，监控里显示是从苏慈身上掉下来的。居然是他，竟然还活着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师妹，刚刚傅南辰宣布取消和陆瑶订婚了。傅南辰取消婚约？对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你们先聊，我出去一下。慈慈，看到刚刚的新闻了吗？我会向你走99步，你只需要向我走一步。这一步，你只需要坚定地走向我。感受到我的心跳了吗？我的心脏每一次跳动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喜欢你。你这句话，对多少女孩子说过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但我就只骗过你一个女孩子，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那陆大小姐，你没有对她说过？没有对她说过。你是我第一个
也是唯一一个喜欢的女孩子。我也是。现在我肚子疼，怎么肚子又疼了？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再等一段时间，再告诉他我怀孕了吧。你们副总呢？我现在就要见他。 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有事情要处理。你们副总呢？我现在就要见他。副总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副总，你把我侄儿怎么样了？请你快点把他给放了。你侄儿敢动我的女人，这是他应有的下场。你为了苏慈，把整个帝都搅得是天翻地覆的。 你就不怕他担不起这份福分吗？他有没有福分，我说了算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副总，我想跟苏小姐见上一面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想苏小姐，她肯定会愿意跟我见一面的，因为她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。思思，我是你的妈妈呀。 20年家里的佣人偷偷的把你给抱了出去，我还以为你……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还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思思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是陆家的女儿，我真的是你的女儿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她竟然没有一点亲密的感觉。这死丫头！ 不会是齐心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破坏我的计划。当然是妈咪的女儿呀，思思呀，妈咪想你回陆家认祖归宗。这样，明天你来陆家一趟好吗？好，陆夫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你是不是捡到我的玉佩了？啊，是啊。其实这个玉佩吧，它是瑶瑶的母亲夏四林给她的。 当年我借了这个玉佩来哄你玩，没有想到这个玉佩跟你就一起消失了20年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件事情帝都所有的人都知道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陆老太太。思思啊，你看你能不能跟副总商量商量，放过你堂哥呀？副总他为了你不顾傅陆记三家的交情。 他这样招摇，肯定是会得罪很多人的。妈妈也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呀。好，哎，那你看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，方便联系。嗯，<笑>苏慈，这一次你死定了。什么？你说苏慈是你消失了20年的女儿？ 我不接受，瑶瑶，你也是妈妈的女儿，妈妈呀最爱你了。我不信，除非你替我将南城抢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瑶瑶，我跟苏慈家微信的时候，在她的手机里看到了这张照片。明天我就把这张照片给曝光出去，傅南城一定会抛弃这个私生活混乱的女人。 可是苏慈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这样毁了她，你舍得吗？苏慈，她哪里配做我的女儿啊？瑶瑶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愿意，不比所有的给她。啊，苏慈，你抢走我的傅南城，那就让你尝一尝被自己亲生母亲给毁掉的滋味。今天不是季丽娘迎我回陆家的日子吗？ 怎么来的竟是外人？有意思。各位，请听我说，今天把大家邀请过来呢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这件事情就是想邀请大家看一张照片。
这个是床罩。苏慈，这是你和哪个男的床罩？南城知道这件事儿吗？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可真是不知廉耻，可真是丢我的脸！啊！你敢打我，你也配打我？瑶瑶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苏慈，你想干什么？为什么拉着瑶瑶当你的挡箭牌？陆夫人，你对陆瑶还真好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是你的亲生女。我才不是他亲生的，他也配当我妈？我妈可是夏四，我可是夏四之女。你们可真热闹。南城，你被苏思给骗了，你看他和别的男人的床照都爆出来了。照片上那个男人是我，照片上那个男人是我，我是思思第一个男人，完整的来说我是他第一个男人，也是唯一一个男人。你不是一直把他当做我的替代品吗？你跟思思一点都不像，我对你好只是因为你是师父的女儿，只把你当妹妹看待。谢谢你走。原来那张床照是苏苏和弗兰城的，现在大家都在看我的笑话。瑶瑶，你可是我们陆家的金枝玉叶，谁敢笑话你？你放心，傅南辰他想退婚也没那么容易。你明天你奶奶回来了，我们就去躺尸了啊。思思，傅总跟瑶瑶青梅竹马20多年，你能不能不要夺人所爱，破坏他人感情？你这样去做小三。原来我的亲生母亲追出来就是来骂我小三的。我和傅南辰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跟陆瑶分开了很多年，而且你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让我和傅南辰分手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儿，我也不会认你这个母亲。好啊，既然你不认我这个母亲，我也不会认你回陆家来。你们两个休想在一起。你放心，你还有我，不管陆家和傅家如何阻拦，我也会娶你为妻。师妹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师兄，你帮我做一下纪丽娘和我的亲子鉴定。你怀疑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？她态度很奇怪，做了鉴定我心里安心一点。行，我这就找人去办。对了，叶城那边来消息说苏老夫人的情况好转不少，相信过不了几天就能来帝都了。太好了，我先去做鉴定。您是？看你的相貌也不错，好好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做小三？陆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家小子，你就是为了他才和瑶瑶退婚的，对得起夏四对你的教导之恩吗？夏四师父的教导之恩我铭记于心，退婚是我不对，我会补偿陆家的。南城，只要你遵守诺言娶我为妻。我不喜欢你，这辈子我只会娶次子的妻。傅家小子，瑶瑶是夏四之女，你如果娶了瑶瑶就等于拥有了娇娥集团和传世相典。20多年了，娇娥集团竟然还借着夏四的名声耀武扬威，难怪会被 CC 赶走。你一个乡下来的苏家妻，这留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他当然有，他是我傅南城未来的妻子，是我夫人，总裁夫人。南城，奶奶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带苏慈走的，他得罪了我陆家，我绝不饶他，带走！我看谁敢！傅家小子，你是想为了他和陆家开战吗？只要我们陆家不同意退婚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跟他在一起。陆老夫人，如果陆家敢动此次一根毫毛，我会让帝都再无陆家。
你，奶奶，陆老夫人，奶奶，快叫救护车！奶奶，陆老夫人，来，南城，你别动他，奶奶，奶奶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害死奶奶？我在救她，她只是因为情绪激动才晕过。你就是想害死她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奶奶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绝对饶不了你。奶奶，你醒了，奶奶，奶奶是吧？奶奶，没事吧？你会调香、略懂，拿给我看看。居然能制出和夏四一样的香丸，他到底是谁？奶奶，你别相信他，苏四他刚刚明明就是想害你。他确实救了我。傅家小子，退婚仪式我们陆家答应了。当真？奶奶，你说什么？闭嘴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这次陆傅两家联合研发皇室御用香水，你也加入进来。如果你赢了瑶瑶，退婚仪式我们陆家不再追究。陆奶奶，傅家小子，虽然现在陆家不入傅家，倘若我们陆家不松口，恐怕你们傅家也承担不起背弃夏氏之女的指责。我同意。南城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让给其他人。我救不救奶奶怎么想的？哪个现在的父母竟然跟我受伤？瑶瑶，你现在必须忍。难道你不想从老太太的手里拿到娇娥集团和香饼吗？那些都是我妈咪留给我的东西，我当然想要了。你只要拿下了香点，就能打败 King， 成为第一调香师。到时候你再嫁进傅家，傅明哲就还是你。妈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我怎么能放心把娇娥集团和传世香典交给你手上？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还不是都怪苏四那个女人故意勾引南城吗？奶奶，我知道您最疼我了，那些本来就是我妈咪留给我的东西，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您不给我还能给谁啊？你找到了玉佩啊？前段时间就找到了，果然是天意啊。不过在把东西给你之前，你还得经受一项考验。什么考验？奶奶，公司和香典本来就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。这是你妈妈留下来的规矩，明天布朗尼先生就会飞到帝都，你如果研发出让他满意的皇室御用香水，我就把娇娥和香典给你。真的，奶奶。瑶瑶，你可是夏四的女儿，不要让我失望哦。那是当然了。妈，慢点啊。夏四啊，夏四，二十年前你就争不过我，二十年后你的女儿也争不过我的女儿，公司和香顶都是我。瑶瑶，你调的这瓶香水真的好香啊，布朗大师肯定会喜欢的，不愧是夏四之女。我可是夏四之女，不像一些香班佬连瓶香水都调不出来，还想跟我。苏慈，你来娇娥这么多天了，连瓶香水都没有调出来，哼，我要是你啊，早就给瑶瑶下跪认输了。下跪就不用了，布朗大师肯定会喜欢我的香水，娇娥很快就会交到我的手，南城很快也会回到我身边。你笑什么？你确定要将这瓶香水交给布朗大师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嫉妒我呀？调香师可是天赋职业，你没有这个天赋就别想调香了，调香师是你高攀不起的职业。这句话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你瑶瑶，不要给这种乡巴佬一般见识。瑶瑶，布朗大师和副总也会到了，你赶紧把香水拿去。你先去，我要去找苏慈。
我得让他亲眼见证一场。就该让那个乡巴佬知道夏四之女的风采。天哪，他调的香水居然比我好了100倍！苏四是从哪来的香水？他又不会调香。瑶瑶，今天你的香水必须让布朗大师满意。如果你失败的话，那你可就拿不回娇娥和香点了。哎，小崔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放在桌上一小瓶香水？没，不过我来的时候看见陆瑶在你桌前看什么。陆瑶？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好像去了陆总办公室，副总和布朗大师今天要过来，他应该是去献香了。这个陆瑶，他知道那是什么香水吗？他就敢偷。希望你不要蠢到把我的香水交出去。不错，这瓶香水千变万化，简直太神奇了，不愧是夏四之女。瑶瑶，你果然是香水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奶奶，我说过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苏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自然也是来献香水。我看你就不必献了，我们瑶瑶的这款香水，我敢说，绝对拔得头筹。你确定这款香水是你亲自调制的？你确定这款香水是你亲自调制的？难道他嗅出来了？可我调查过，这瓶香水市场上并没有。当然了。布朗尼先生，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？20年，整整20年。顶级调香师夏四的时代离我们是越来越远。是啊，夏四走了20多年了，可惜啊。我这一生啊，只见过2个顶级的调香师，一个是夏四，还有一个就是 CC 的 Ken。可惜啊，上次我只见到了 Ken 的一个背影。这是我们家瑶瑶调的香水，你看看教之那位 Ken 又如何呢？哦，顶级调香师夏四之女的杰作，一定要品鉴一下。瑶瑶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确定这是你亲自调制的香水？对，没错。布朗大师，这瓶香水你喜欢吗？很喜欢。苏慈，服气了吗？你一个乡下来的还想跟我比调香，自取其辱。你现在跪下来跟我求饶，对不起。哦，别说了，真的。陆老夫人，我们这次合作，我只想亲自见识一下夏四之女的能力。瑶瑶没让你失望吧？她没有让我失望，而是让我非常失望，因为她是个小偷，她偷了别人的香水配方。这，骆老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骆老夫人，你来闻一下我这瓶皇室御用香水，是否跟陆瑶调制出来的香水一模一样。果然是一模一样。陆瑶小姐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调制出来的香水跟 King 给王妃调制出来的香水一模一样？王妃已经用这个香水用了整整一个月了。这不可能。瑶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妃的御用香水怎么成了你调的香？奶奶，这瓶香水是我拿的别人的，我太想证明自己了。丢人现眼，你真是丢人现眼，一个婢女。陆老夫人，陆瑶小姐毫无调香的天赋，如果你把娇娥集团交到她的手里，把娇娥集团可就毁了。这瓶香水是我从苏慈那儿拿的，这一定是她偷的，然后故意陷害我。我没偷，因为这瓶香水是我亲自调制的。哦，
思思，你是 king。思思，你是 king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 king？ 你骗人！我师妹没有骗人。CC 的周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人想窃取 king 的成果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竟敢偷御用香水。是他，是他偷的。整个 CC 都是他的，他还用得着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 CC 的首席香水设计师，首席婚纱设计师小荷叶 ，CC 真正大佬了。可能你在骗人，对不对？你是从乡下来的，根本就没有学过调香。调香是一种天赋，我从生下来就能使百香变千味。没错，调香是一种艺术天赋的职业。陆小姐，你毫无天赋可言，跟苏小姐自然是云泥之别。可是夏思君，怎么可能没有天赋？陆阳，你偷到了我为戴安林王妃亲自设计的皇室御用香水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先让 CC 律师团三张并发，向你进行追责。你不能这么做，苏慈，你这样会毁了瑶瑶的。思思。夏思是香水界教母，若得罪夏思之恩，恐怕 CC 会被整个香水界围攻。素慈，你就看在夏思的份上，放过瑶瑶这一次，我们陆家也无条件答应退婚。陆瑶，好自为之。没想到你就是 King， 兜兜转转，我的妻子至始至终都是你。如果我不是 King， 你就要去娶别人了。那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傅南城，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，这个女人就是你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就结婚。南城。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，此次你一定要为你的亲生母亲报仇。奶奶，你好了，奶奶，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师妹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季令娘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难怪她之前对你没有一点母女之情。哼，她一个跳梁小丑，怎么配当慈氏的母亲？那奶奶，你母亲是谁？慈慈，你才是真正的夏氏之女。什么？我母亲是夏氏？可陆瑶才是夏氏之女。当年我家小姐夏氏生下你以后突发尸变，被你亲生父亲啊囚禁起来。季丽娘想对在襁褓中的你下毒手，为了小小姐的安全，我不得不带你回到叶城苏家。可有凭证？那块玉佩可作为凭证。玉佩被季丽娘捡去了。这些年季丽娘一直对外声称玉佩是随自己的孩子一起被偷的，如果只是玉佩的话，不足以证明此子真正的身份。那对母女就是小偷，季丽娘筹划这么多年，就是为拿到小姐留下的那部传世香典。不过小小姐你放心，是你的谁也抢不走，那部传世香典只有你才能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能用你的血才能开启。思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拿回真正的身份。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、啊！虽然陆瑶抢了你的身份，但是你和傅少爷的姻缘线早已经被小姐牵好了。南城，以后你可要好好对慈慈啊！奶奶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慈慈的。
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！你到底长没长脑子？你可是夏四的女儿。妈，这点事儿对于我们陆家来说也不算什么，你就不要再骂瑶瑶了。陆瑶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，就是因为没有亲生母亲的教养。你果然不如夏四，你果然不如夏四，老东西！等瑶瑶拿到了娇娥集团和香典，我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妈，现在瑶瑶的名声受损，就连带着娇娥也受到了影响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，是应该先挽回瑶瑶的名声啊！奶奶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被人嘲笑。你技不如人就算了，还去偷？妈，如果瑶瑶能拿下香典，跟着香典学习的话，一定能很快就打败苏慈，到时候就能发扬夏四之女的荣光了呀。对，没错，奶奶，我一出生妈咪就去世了，没有她的教导，我技不如人很正常。但如果我有了香典，我一定好好学，重振教我。奶奶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陆家宣布3天后举行传世香典的传承仪式。什么？陆老夫人已经决定将香典传给顾瑶。小小姐，你一定要拿回香典，拿回属于你的身份。奶奶，您放心。瑶瑶，等你明天拿上了香典，就能打败苏慈，成为调香界的第一人了。那是自然。我可是夏四的。擦。苏慈，今天你是买不到东西，因为你买什么我就买什么，我可以将整个商场都买。瑶瑶的亲生母亲给她留了一份巨额的遗产，够她一辈子挥霍的。如果你现在跪下来给瑶瑶认错的话，我想瑶瑶会看在你是我女儿的份上，给你一点零花钱的。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一下，身为 CC 的老板不缺这点钱。一个 CC 又怎么比得过整个骄傲集团？苏慈，就算你是 King 又怎么样，等我拿到了香典，接管了娇娥，你只不过是我随时都能碾死的蚂蚁。陆瑶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和季丽娘长得好像，你们该不会是亲母女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小心我告你诽谤！我妈咪可是夏四，季丽娘只不过是我的养母，是吗？陆瑶，好好看看你这张脸，是不是和季丽娘很像？我和季丽娘眉眼是很像。你该不会是哪来的野鸡冒充凤凰吧？你少在这散播谣言，我看你就是嫉妒瑶瑶。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，瑶瑶她就是夏四的女。我知道你是嫉妒我有家室，又有一个好妈咪。可是让你回头胎呢？如果你肯跟副总分手，并且退出香水界的话，我就可以认回你这个女儿。不必了，陆夫人这样的母亲，我可享受不起。你苏慈，等我拿到了香典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拭目以待。走，不要理这种。你们这些年怎么把我妈咪的东西吃进去的？我教你们怎么吐出来。哇，瑶瑶，你这块玉佩好特别啊，你今天真是太美了。一会儿啊，可要好好让我见识一下传世香典究竟是什么。没问题。苏慈，你怎么来了？苏慈，今天是瑶瑶的主场，你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？怎么，他要抢你的风头？你，今天是我孙女接受传世香典的大日子，我们欢迎你来，但是我不希望有人在这里惹事儿，谁惹事儿我就请谁出去，明白吗，苏丫头？在场的人都是冲着这部传世香典来的，陆大小姐是不是应该把这部传世香典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？没想到你对我妈咪留给我的东西这么感兴趣，你果然是嫉妒我。那好吧，就给你看一看。
各位，这个就是传世香典，我现在就打开它。这是半瓶水吗？去看好戏吧。这就是传世香典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香典秘籍或是宝藏呢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半瓶未解之谜就是传世香典，至于其他的我不方便多言。等我破解了这半瓶水的秘密再给苏四好看。等一下，让你看一眼传世香典已经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了，怎么你还想看第二眼？我看你不是不方便多言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部传世香典究竟是什么，因为你还没有破译出这半瓶未解之谜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我说我知道破译这半瓶未解之谜的方法了。你知道破译的方法？对，我还可以把破译的方法告诉你，就是以夏四之女的血融入这半瓶未解之谜，就可以开启这一部传世香典。我现在就以夏四之女之名以血融之。哎，瑶瑶，你不能这样做。金丽娘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阻止我？丽娘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以血融之这个方法还有待考证。金丽娘，因为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所以你不想让我开启传世香典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家人。苏慈，你骗人！我的血融进去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。当然没有反应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夏四之女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瑶瑶她就是夏四的女儿。来人，给我轰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赶走我的女儿。苏慈，你说瑶瑶不是夏四的女儿，那她到底是谁的女儿？季丽娘，陆瑶才是你的亲生女。我这里有一份季丽娘和陆瑶的亲子鉴定书。陆瑶，你是季丽娘的女儿，根本就不是我师父的女儿。季丽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当年季丽娘狸猫换太子，用你替换了真正的夏四之女。假的，这个鉴定书肯定是假的。是不是假的，试试不就知道。陆老夫人，把传世香典给我。不能给他，拦着他。妈妈，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传世香典究竟是什么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看，蝴蝶。苏慈，难道你才是真正的夏四之女？季丽娘，陆瑶，你们偷了我家小小姐20年的千金身份，到头来只能是黄粱一梦，笑话一场。告诉你们，我家小姐留下来的这部传世香典就是她的女儿苏慈。难怪能以小小年纪创办 CC。 你是夏四的那个女佣？正是。好歹毒的心思，你骗了所有人20多年了。陆瑶，这些年你吃我的穿我的，挥霍拥有每一分钱都是我妈妈，现在是你偿还的时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才是陆家千金夏四之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将陆瑶赶出陆家。至于季丽娘，你害死我的母亲，将她送进监狱。
我没错，夏思他该死。子腾，他活该。苏姑娘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夏四之女，我的亲孙女儿。奶奶，既然你才是夏四之女，又是 king， 现在我就放心的把娇娥集团交给你了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妈咪的。思思，嫁给我好吗？嗯，你怎么了，思思？思思，副总，你马上就会有小副总了。思思，你怀孕了。